啊，后助攻安尼没？对啊，啊，都甲选出来，安尼啊，对哇？哦，诶，就是的哦。好，啊，落头个打打，他敢要打起来？看我，没啊？啊，有好耍无？有无？啊，你有趣味无？够笑，啊！有啦，他家打起来啦，安尼看无？你嘞？他家打起来，啊！不是在笑啥？欢喜哦，对哦。安尼是，哦好未？啊？安尼好未啦？啊？小姐啊，安尼放好未？个累累，袂使头，袂使累累啦！你是新娘啊、喔？哟啊！好啊！啊！好啦，豆豆来啦吼，莫甲你赶啦，好不好？吼、喔、吼，莫甲你赶吼。我知，你唔知？无，你讲你不爱甲我讲，啊！你即摆佫讲你唔知，坐伫门啊咧等啥？我嘛唔知你咧等啥。啊？要来内底坐无？啊？要无？要来内底坐？好无？好无？啊？乖哦，你要坐伫咧等哦，对？甲门个才等哦。要等啥啦？你要跟我说，我不叫我就跟你道歉啊，拜托的啦，说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啊啊，后期就知道哦，你落雨呢，落大雨了，外口落大雨呢，啊，怎样没人要来啦，怎样没人来啦，对不？在这等哦，哟，你是在等啥啦？啊，你无老实，这阿母也无老实，你也唔讲老实话啊？你看，哎呀，我老实甲你问啊，啊，不然你就是爱老实讲啊。你看，你唔老实讲啊，安尼无老实，这个阿母也无老实，我恁查某囝呢？啊！你唔讲，要哪甲你道用？啊？啊？要讲无？啊？啊！你有咧枵无？有咧枵无？伊个有好料呢？啊？伊个有鲑鱼呢？啊？来食饭啊无？啊？来食饭啊？今仔食饱再过来等，好不好？好哦，不爱哦，啊你袂枵哦，是哦。今天就知哦。我没讲叫伊也坐啦，我没就叫伊也坐咧等啦，讲时间到未？哦，安尼哦，讲要来等下餐厅拢困未去？哎呀！又感冒萎靡啦，又感冒萎靡，早惊蒙气啦。早见好事拢爱啦，哎老拢爱，我食食好啦，哦，这上凉啊。
妹仔起来讲公公，讲我当个头虾坐啦，坐坐过当初咧挂听啦。对者哈。结婚了啦，两三年半啦。啊。啊。你想要当个司机哦？啊。当时。带你回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天啦，嘿，等好天啦，嘿。啊，你来买大只，你讲。啊。啊。好不？你来买大只，你讲。多一家啊，你无感觉住遮较舒适吗？啊？大位嘛舒适，大位嘛舒适哦。哎呀，我那是真巧嘞，无讲嘞，啊，佫真巧嘞。有百个啊？是无？啊？啊，无啥？无做人就爱睏，佮爱食，爱佚佗啊。无做人是要创？啊？穿开啦，对啦，啊哥啥？啊，爱嫁翁生囝啦，娶某生囝拢爱啦，对无？啊，对无啦？我也知哦，啊好，你拢主要拢假生，真假生，真话拢无讲哦，拢讲假话，真假生啦，起来，起来啦。真假生啊！我知影你爱困神，安尼爱困神啊，来拢不爱插人，你看，结果骂死骂死，阿西白声的，啊，阿西白声，啊，阿西白是放阿水哦，啊，阿西白敢毋是张丹柳？啊，不是张丹柳哦，放阿水哦，对哦。啊，你是哪头拢累累啦？爱困哦，爱困时呐，等下才来啦，即马先讲话啦，开讲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喂喂，我老鹰啊，老鹰啊，你是老鹰啊是无？啊，你是谁？张丹柳哦，是哦，张丹柳，啊你没有，啊，哎，柳上你没有，你没有，哈，啊，无是歹是的人，无猜我无猜我，等个，等个等个啥，海角笑我。戆人，笑阮是戆人。搁一届，等呀等呀等无人，等无心爱彼个人。无猜我，无猜我，庄稼水当当，海鸟笑阮是戆人，海鸟。叫阮扛担，对无？啊，你会晓唱无啦？你会晓来唱一句来？啊？你会晓？会晓嘛？小碰碰一下来，唱一下来，来唱一下来，对啦。自己来哦，啊！你无讲较大声，再讲一届。
喜发财，红包一届来啦，吼、哦！安尼你有收到红包无？有收到无？起码有收到无啦？啊？无啊！你起码有收到红包无啊？我是讲你起码有收到红包无？有无？啊！你手迄个毋是红包？你手这个不是红包，我拄啊摕一个给你啊，分一个给你啊，你无？是啊。这个啊，这个不是红包。是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红包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唔知迄红包哦、喔？新年的啦，新年的啦，啊，你欢喜无？有欢喜无？啊，有无啦？啊，你身体健康啦，阿母啊，啊，吼，啊，你有无？阿母看到红包就欢喜啊，吼，是无？快些！哎，你说你们讲新年快乐，你们讲，你刚讲红包包，伊讲，佮我讲吼，我讲阿母啊，你今过年了，啊你无去刷红包来分红包，要怎讲嘞？啊你无去寄来分，佮叫我寄来分来听，我再去刷红包甲分，予伊安尼欢喜啊，阿母啊。有在偷笑吼，不是讲歹意咧讲嘛，还是安怎样嘛？对啦，对啦。哎，其他。昆山啊，你讲嘛介大声？啊，对，哎，嘛是大声，同款啦。你声音样吼，表示淡定啦。哎啦，阿姨吼，昆山啊，你甲叫吼，伊就用音的哦。哎，阿姊咪会啦哦，阿哥较古会，古会听。哎呀，哦，阿你个搞嘞。记得飘姐，记得飘姐个讲，真搞。阿母啊，阿头要打起来。是伊即嘛吼，无人，无精神，无人。做你吼，哎喽，啊就，那刚刚我转头啊，我戴无大无细，谢谢啊，无大无细，对不？我无大无细，今日你会记得我，
欢喜嘞，哎，真欢喜了。啊，你无听到，安尼你叫较大声，叫阿嬷啦，起来啦。阿嬷。哦，阿嬷有听到啊，欢喜吼。阿嬷有听到无？阿嬷有听到。有哦，有哦。来叫阿祖来。大声点。大声。阿祖，阿祖。有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阿祖有无？
水，来，嘴掰开，啊喂，再紧招来，来，嘴掰开，啊，啊，个，嘴掰开啦，啊，唔来啦，啊，嘴掰开。一嘴加一嘴来，说不能太大口，太大口，还有他嘴巴张开的时候就会全部跑出来了哈。来，一嘴加一嘴来，宝宝吞落哦。习惯了这样子喂他，阿伟，对啦，搁一嘴来，搁一嘴来。他前面还有14颗牙齿，所以刚好从他的左边的嘴角哈，这边刚好没有牙齿。酒啦，哦，等下再给他切，等下再给他切，袂使落目睭吼。那吃饱了哈，现在已经喂好了哈，然后就要再喂，淘两嘴的迄个茶，让它口腔清洁一下。啊喂，茶吞落，还佫甲伊讲，还要跟他讲。来，茶吞下来，饮茶。哦，吞下，他就会听，然后他知道怎么办。阿伟，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已经吃一碗公了了，你吃饱无？啊？有无吃饱无？会晓讲无？他已经忘记了，他现在好。老人家失智了，他就不知道他的状况，现在不知道什么叫饱啊，巴肚枵，知影讲枵，但是嘛不要讲，不要讲要吃，啊嘛不要讲巴肚枵，今日有物件好吃都不会吃，所以就是要等，我们要去主动去关心他，问他，啊、现在吃饱了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饱了，有的老人他。吃饱了他还会说还没有吃哦，哦还要再吃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有立场，不要说他想吃就让他吃，要时间要自己去控制一下。
照顾啦。